都快半个小时了，就算是拉钩搭脉了，恐怕也不行了。飞哥，我觉得他其实心挺善良的。是呀，我好怀念他呀，早知道这样子，就不让他给我洗那些臭袜子了。 现在都不想信他走了，我满脑子都是他的样子，我总觉得他还在我们身边。是啊，我好怀念他呀。谢谢啊，我好像都出现幻觉了。 我好像看到陆辉就在我的旁边呢，我也是，我好像看到他给你递纸巾，是吧？小五，我们的幻觉一模一样哦。嗯，什么事儿哭这么伤心啊？不是什么幻觉啊？ 班长，拉我上来，站好了。